当男友收到陌生女性的礼物，难道说宝贝蛋糕到了？好大呀，这个！哎，不对啊，这蛋糕颜色好像不太对啊。埋下伏笔，还有贺卡呢。发现目标，这不是宝贝给我写的情书吧？还挺多的。我要引住，是我亲爱的你，很高兴能认识你，我们拥有那么多回忆，这是我送给你的香薰。上钩了，闻到它，我又想起了被阳光温暖着肌肤和被柔软白色床单包裹的触感。让你太害羞了，请你打开闻一下，你一定也记得这个画面。你感觉出啥了吗？柔软白色床单，这不是我送的，你有啥感觉啊？感情都暧昧。首先，我订的蛋糕是粉红色，它这个是黑白的，还有贺卡不是我写的，香薰也不是我买的。你有什么要坦白的吗？疯狂回想，看你咋说。小哥送错了，把别人的蛋糕送成这样，你瞎扯。下一集令，我真谁都没联系过，而且蛋糕这么丑。蛋糕丑的，刚刚骗你的，电网开你的。这小薰我很喜欢的，我第二次去你家，我们是点的是这个。你的鸟儿，蛋糕还丑吗？不丑不丑。上面有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你好，生日蛋糕到了。你不是说一个都没联系吗？谁说的？别说的，我这么说。你这样，我快给你跑。